你究竟是谁？为什么要帮我？哪那么多废话？老子今天不高兴，就想帮你，算不算理由？算，当然算。去老茶梗做药引，十分火气，跟我来。什么事这么十万火气？今天上午十点，上海到广州的火车上，你们是不是有什么行动？难道你学的保密条例都忘光了吗？张离在那个火车上，你说跟我有没有关系？他在那车上做什么？你们的行动，你怎么不向我汇报呢？我不是来跟你吵架的，你现在只要告诉我，你们在火车上有什么行动？那辆车上安排了一个刺杀行动，刺杀的对象是日本宪兵司令特高课的麻田。我也是今天早晨刚得到他要坐火车离开上海的线报，所以临时安排的行动。刺杀目标的安保级别极高，这么短时间根本就来不及制定周密的计划，你想过失败的代价没有？你是在教训我吗？你以为你是谁？论级别我是你的上司，费正鹏戴局长才是我上司，那也轮不到你对我们飓风队指手画脚。你以为麻田很好杀吗？你准备怎么杀？用刀？用枪？我都怀疑你的人能不能活着走到他面前。以后制定计划麻烦用点脑子。需要用脑子的应该是你。你以为我们飓风队是吃素的吗？我们的办法万无一失。你准备用炸药？那辆火车上还有很多中国人，麻田死有余辜，为什么要让无辜者为他陪葬？你。